怕苦，不怕累，不怕死，工资开的话，肯定就是100万。啊，警报响了，然后子女就要逮我。啊，走吧，走吧。后来我回去我不干，后来我回去我是把这个拉回去。那我们今天也是带了一些东西来，没有上次那么。那么难过安检了是吧？对，这回有经验了。这是带一个大碗。哎，对，对不，这是带纸的。首先呢，这个是日本的一个一个军官团体的，他们要办那个杂志。我是这样的，我到日本，它里边有很多很多的这种战士。你比如说，你给我随便翻一页啊，它就是里边都是哪块？你看嘛，它就是很多这样的。哇，哦。很多这样的，它那个。这是地图是吗？他的那个作战的分析，他你看吧，他你看他的下边是他每个高地的海拔，高地的海拔，然后他的那个他都是那些军官里边的，他就检讨在中国的这些每一场，他们认为在这个满洲也好，在支那也好，他每一场战争他们的得失，他们的他们打得好不好，然后呢进行检讨，另外呢就是总结经验，另外呢就是他还有他们的一些军官。被打死以后，他们在这里边一些悼念啊，这些，你看嘛，这些东西，我觉得这个也是那个特别有意思。这个呢，是我在日本买的，当时他要价很高，当时他超出我的想象，这是很多年前，他要2-3万块钱，就这一张纸，就这一张纸啊？对，他要2-3万块钱。我后来为什么我一定要2-3万块钱？我也毫不犹豫把它买了。这也是在日本买的。在日本买的，为什么我要把它买下来？因为它你看嘛，昭和14年，就是1939年，哦，昭和14年11月4日，四川省方面，意思是气候比较好了，他们在轰炸成都，他们炸了成都附近的机场，然后还炸了我们宜宾的机场，啊，炸了宜宾的机场。然后呢，是这么一个嘉奖令，有一个炸成都、炸宜宾的一个嘉奖令，而且呢，这是日语嘛，但是呢，勉强能看懂。还有这个揭穿谷之狼，揭穿谷之狼是日本的一个航空兵的司令，就是海军大将。海军大将呢，这个人对中华民族犯下了滔天罪行，当时包括淞沪大战，是他指挥的南京。炸南京保卫战，就是空中力量也是他指挥的，武汉会战这也是他指挥的，后来炸我们成都，炸重庆，包括大顺的长安，其实上都是这个谷川吉次郎，这个就是不可推卸的一个大将，一个战犯。抗战胜利以后呢，我查了一下，我在网上搜了一下，抗战胜利以后被中华民国列为战犯，就是列为战犯要把他抓起来，因为他在日本嘛，我们中国军队去不了日本，其实就希望盟军就美军把他给抓起来，就交下去该给我们。其实美军也抓了不少人给我们，啊，抓了不少人给我，包括那个南京的两个白人展，那些所谓的这些我们给盟军提出来的这些，对，这些都交给我们，但是美军就不抓他。这个人，这个做这么大一个滔天罪一个战犯，对中华民族犯下滔天大罪的一个战犯，结果安度晚年，居然还这个自然死亡，为什么呢？他就是在。日本的军方里边，当要准备对珍珠港进行大规模的这种行动的时候，他坚决反对。他说：“我们不能给美军打，一打我们就完蛋。”跟山本五十六一样，不打没有战略物资，咱们也完蛋。他说：“没有打好，还死得慢一点，一打就死得快。”然后别人不听他的，他就林肯不当这个司令官，就他这个大将不当，他也反对。结果呢，后来美国人可能这个美国人也是就不太顾我们。他当时说。不炸是也是从日本人的角度，他觉得在战略上不应该这样。但是我觉得美国人在这方面就处理的就他其实不好。你虽然说我们两家是盟国，对吧？对啊。你是应该考虑他对中华民族、对盟国犯的罪行，你应该处置他。至于他对你美国示好，他是反对跟美国开战，那是你们这个一个恩怨，但是我们这个恩怨大了嘛。但是我觉得美国人批复了他啊，批复了他，所以这个作为一个证物，我把它买下来。这其实还有一张，我又把它买下来，也是他那个作为大将。所以像您日本的这些书啊，还有这种，这是从哪儿淘的呢？日本有很多这种地方。我就去日本这样的，我在日本的去的时候呢，就带了不少的钱，多年吧，就是去了以后，老去靖国神社，因为别人去，包括
老张去，张将军去，嗯，靖国神社不太方便。对，我去方便，为什么呢？因为靖国神社也是一个军国主义的博物馆，嗯，他就是我的对手。我做抗战博物馆，我做了十个抗战博物馆了，加上重庆就11个了，我做了11个抗战博物馆了。他靖国神社也是个军国主义的博物馆，我们俩是对手，嗯，我的深入敌后。了解敌情，所以其实我去靖国神社去的次数多了，他们都知道我了，都认识你了，他们认识我。我每次去都是戴着那个八路军那个帽子。哦，你还专门要我专门戴那个帽子，我不能明人不做暗事，咱们不能偷，咱们都不能偷，都不能去，每次都戴着帽子去。我记得有一次特别好玩的是，那个靖国神社那个门口那个那不是大门吗？那个雪这么厚的雪。完了以后呢，就中间一条路是人踩出来一条路嘛，嗯，就进城的人也不太多，进城的人一条路，嗯，就一条，就两个都是很厚的雪，这条路过去，嗯，在这个路的中间，嗯，那个靖国神社那个保安就站在那儿，他都知道我，哦，然后走过去，他不让我，我觉得怎么办呢？我就得踩到旁边的雪上去，因为就那条路嘛，嗯，我就踩到雪，要把我踩这边的雪，嗯，好，我也不理他。我看我平衡了一下，我觉得他个子给我不差上下，咱们撞一下也可能也就是半斤八两吧，咱就撞吧，我就直接走，我就是不让你也不让，对我他们那不让我，他那个不让，到了那个该让的距离他不让，所以我必须得保持这个速度，我不能迟缓，我不能有迟疑，我保持速度往前走，结果快到的时候就基本上都快撞上了啊，让我了。我那里边，我把他们那个日本那些东西，我买的时候，他们没办法，我把他们那个阵亡的名单，这么高一摞摞的，我他买走了。在哪里买？在靖国神社还卖东西？他卖书嘛，阵亡的名单嘛。对对对，他们那个博物馆的外面有一个商店，就像那种他卖他们那个旅游纪念品，在支那。所谓他们支那阵亡的名单，嗯，然后卖他们烈士的，哦，打引号啊，就是他们烈士的遗书，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多少集，这是作为我们重要的抗战史料啊，然后全部给他买卖的，我打集装箱给他打回来的嘛。哇！所以我到日本，我到日本买这样的书，买这样的书，我可能买了很多吨了。讲吨，很多吨，日本的画报、画册、影集、日剧、日剧的日记，我不是出了本《跌宕江湖日记》吗？嗯，哦，我还买了什么了？那个将军啊，我买了一个可能是二战军事史上很不容易买的东西，我买了4000多封日本士兵的家书。哦，这个家书有多牛呢？就是在河北，嗯，在长春，在哈尔滨。甚至到了占领香港，在香港，在就是中国这个整个中国这个境内吧，包括在南京、在上海、在镇江，他们喜欢日本的家书。这个家书呢，我每封信都是买，怎么买的呢？每封信都是带完整的封皮儿，哦，带完整的审查的印章，哦，打开那封信呢，有三分之一的信呢，还有那个审查官用毛笔呢把它给盖了，毛笔把那个一些内容盖掉。比如说他有。20个不准吧，就是，不准写长官的名字，不准写行军路线，不准写战利品，不能写武器的型号。比如说他有不准，可能那个士兵不谨慎，就写到我们今天住在了什么地方，庐山或者住在南昌，哎，给他抹掉，用毛笔抹掉的。4000多封信，我这是花了20多年的时间买了4000多封信。有的时候我腿都站硬了，在日本那个老书店，他们都认识我了，我去了以后。他们都知道把那个老的信件端一箩筐出来，然后我在里边选。其实我也不懂日语，但是我能分清楚是昭和的嘛，要昭和的就行嘛。后期的我不要，就他们所谓的他们50年代、60年代、70年代信。选年代。对，我选那个军事邮编，但是军事邮件呢，我又不能选那个大正啊前面的。其实我现在后悔了，我大正的都应该拿回来，万一里边有甲午海战了，啊，有那些信件了，啊，嗯。其实我后来后悔了，万一我的。八国联军的那个日本不是有8000人吗？嗯，其实当时我傻了，我就选昭和的，就选，嗯，结果选了4000封，4000封的后来国家文物局来鉴定，专业组鉴定，可能是目前中国一级文物一件套，嗯，最单件最多的4000件，4000封日本鬼子的家书，嗯，构成一件国家一级文物。哦。
4000封一个完整的或者一件，后来我还请人把它全部翻译出来了。对，就这翻译工作应该也非常庞大。对，其实里边特别好玩的是那个，当然大部分是这个我都很纳闷这些日本人啊，爸爸，你的风湿病，你要夏天你要小心，哥哥房子又要漏了，到了梅雨季节了，你得赶快把房子加点草，加点瓦，怎么怎么，然后呢，妹妹要好好读书，怎么怎么的，我全部是孝子啊，好得很。但是你在中国来杀人犯，我就狠得不得了。然后呢，他又讲他打仗，给那个正面战场打仗，给八路军打仗。其实最好玩的是，有一个我看是个中队长，写给自己老婆的，自己的妻子写信，就是在那个大青山，就是在那个大青山那一带。他说，我们这个中队的，他是中队长嘛，他说我们这个中队呢就负责大概100多公里的这个铁路线，这铁路线的这种守卫。他说最讨厌的是这个共产军，就是长八路军，他们太他妈的，他打仗太不讲规矩了，就是晚上干我们干，然后呢，现在我这个中队这个冬季被八路军。当然他是说八路军这种以这种小卑劣的，他讲卑劣的啊，就是说这种小人的这种做法，就磨掉了我们7个兄弟，就是他们说八路军晚上站岗嘛，不是上来以后，他说脖子一抹，好呀，然后把衣服给拉，他就说他不是打仗，他们是强盗行为，那你是强盗，你跑到我们国家你不强盗，我们是要采取办法要磨你的哨嘛，他应该说我这个中队的这个冬季有7位兄弟被八路军这种卑劣的手段啊引号给干掉了，哎呀的话我觉得太高兴了，完了以后说他一个妻子喜，他说但是你放心，这马上就开春了，开春以后，他意思是说本夫君嘛，就是他跟老婆喜那个口气嘛，我要带着我们中队带着威武的皇军把他们给扫荡了，然后他在戏里边给他最后结尾嘛，就是很辉煌嘛，就是虽然我们八路军干掉了7个人，我就是说，其实这个事情说明八路军那个抗战呢很有效果，是很厉害的，因为说明这个干掉7个鬼子，就当然不是一次啊，这次干掉一个，下次干掉一个，干掉7个鬼子，但那个鬼子家书里边并没有说我们把他给干掉多少，就说明，但如果把女给干掉了5个、10个、8个，他肯定跟老婆说啊，除了他干掉我7个，我干掉他17个，他不是要炫耀吗？没有，他说明他被把女干掉7个人，他一个把女都没，一个毛都没逮着。他说他开春以后去扫荡，扫荡了嘛。所以我觉得像这样的信念又特别有意思。不是你这么多东西，有人去研究你这个东西没有？你这个得把它研究。你看我们拍了好多抗日神剧，你说都缺乏这样的历史史料，这都是故事啊！你看你讲的都很精彩。那个什么，那个，我跟中国社科院。你自己有研究室没有？没有。你看，那个将军，你来看一看，看一看你除了做你这个那个做你这个。我太老了，我没有那个。张老师，您小心，年轻人好酒好菜。号召一下，我就说很可惜，很可惜，应该国家相关部门呢，应该把你这个作为一个重点研究的。博士生啊，写论文呢、这个尤其是军事学博士，我现在不带博士了，我原来带博士我要知道就到你那个地方去研究嘛，对不 对，你做研究史料嘛，懂日语的嘛，研究史料嘛，我们一个是没有经费，一个是没有这么多的力量来研究，对，但是我知道，但是我现在尽量把它保管好，好吧，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大家好，我是吴敬磊，又见面了。最近我接到一个特殊的任务呢，是要带一位户外的小白用2天1夜的时间呢徒步穿越神农架的一片林区。这位同伴呢是一名儿科医生，没有什么户外经验，更没带来什么户外的装备，像我们这样的组合穿越神农架林区，真是个不小的挑战呢。转眼之，祝我们好运吧。塞一点东西啊。在林中穿越是非常消耗体力的，加上有新人相伴，我们的行动速度当然是非常非常的慢了。到达录音点时，天都已经黑了，太阳落山之后能见度特别低，尤其下那个陡坡的时候，同伴都已经累瘫了。晚上选择露营地也是因为有个石头坡，稍微堵一下的话
会挡一点风。山里的昼夜温差也是非常的大，晚上最低气温将接近零度，而我们的衣服早已被汗水打湿，再加上山里的冷风，我们随时都有失温的危险，所以当务之急呢便是搭起帐篷。现在风是越来越大，已经很冷了。露营地的选择是非常重要的，我选择了一片平整的草地，最关键的是旁边有个可以挡风的土坡。你先钻里边去吧，天太冷了，我估计你里边羽绒服都湿透了。经过一天的徒步，同伴有些体力透支了，为了让他睡眠质量更高一些，我便把帐篷让给他睡，而我自己呢则用部队野外行军的方法来凑合过夜吧。以前在部队的时候可没有那么好条件，还背帐篷呢，冰天雪地里面一样是用最简单的一招。随身携带的防水布呢是发挥了它的真正作用，我把它垫到了最底下，然后在上面加上防潮垫，最后是睡袋。我这个夏季的薄睡袋在这种夜晚是肯定不够暖和的，不过我有办法。喂，睡袋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是会身上的水汽啊是会从睡袋里面往外出的，所以说不能让雨布啊贴在睡袋上面，贴到睡袋上面睡袋就会湿，你那样就不能起到保暖的作用了。其实这个小诀窍啊，就是扔点树枝，然后它会把睡袋和雨布之间撑起来一个空间，再盖一件雨衣，多一层多一度。我所说的防水防潮不只是来自外部的雨雪，也来自人体散发热气后遇冷而凝结成的水珠，这些水珠啊会使睡袋越来越薄，而潮湿的衣物和睡袋在冷风中呢更会带走很多的热量。这招呢在部队的时候就早已屡试不爽，不管多么恶劣，除了下雨之外，不管是什么下雪啊刮大风都是 OK 的。睡前吃点热的食物，增加浑身的热量，这下就能够安稳的休息了。其实人的头部是最容易散失热量的，所以我用背包的防雨罩盖在头上，并且留一个出口以保证呼吸的顺畅，而且水蒸气也不会进到我睡袋的那一层里面，所以今晚这样的话呢，便可以安稳的度过了。我们的户外荒野之旅真的是非常精彩，之后会有更完整的视频发布，敬请大家期待。军武优选双十一，军迷的狂欢购物特惠，战靴棉服超多折扣，更有原版德军野战风衣，数量真的有限，来军武接兄弟，真兄弟不套路，全年最优惠根本不用算，关注军武优选公众号，发现更多惊喜。1月1号，军武优选购物狂欢正式开启。好，还有这件东西也特别好玩。这件东西是什么？钱。对，一美元。这个一美元，一美元上面的有那个什么呢？有那个就是一些签字，有那个那些签字。它，你看吧，这背后这有很多签字。哦、这里有签字。这很多的签字。对对对，它是我当时一个美国老飞行员，大概是飞虎队的。大概是90几年，那个时候那老头当时才80多岁吧，还很健康，然后给我捐赠，他说他还给我一件很珍贵的抗战文物，我眼巴巴地看着他，那边就给我一个什么雪服，给我一个飞行夹克、皮夹克，给我一个飞行靴，都很牛啊。结果他给我当了1美元，我想这，你说我不缺钱呀？这是老美国鬼子。这不是打发一个叫饭要饭的吗？给我1美元，我又不缺1美元，咱中国网做的太穷，咱也不缺1美元，咱100美元都不缺啊。后来他给我讲故事，其实这个是个很感人的故事，就是说他们飞虎队的飞行员都有一个约定俗成的民俗，我们把它名字叫做风俗了，就是上飞机之前逮住谁就给谁寄钱，借钱只借1美金，逮住那个加油的开加油车的，哎，借钱，马上精定实惠，1美金掏给你，还在那个上面签上名字，签上自己的名字。是借钱给他的人要在钱上签名，签着名字，然后呢，我就把这个钱就放到我的飞行服里边了，然后就说，哎，你一定要还我的钱喽、或者借其他战友的钱，借其他没有出征的战友的钱，然后都会说，
把借钱的人就一定说你一定要回来还我的钱，然后我就说我一定会回来还你的钱，所以回来以后就把钱要还那边。还给他。但是这张钱的稀奇的是，借了七次，借了七回。对，就他还给别人，不是钱流到别人手里边去了，又借别人又签名。就这支钱，有这支钱实际上是飞行了七次。他们借这个钱是为了什么？就是为了一个牵挂，我在人世间还欠着有钱。老天爷不能收我的命，我还有牵挂，我还有账没有了。那这是一张非常幸运的钱啊，那说明这是七次都没有出事儿才能够回来。对，这是个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东西。然后呢，这两件东西呢，其实我拿了很多下来，铁块拿了很多下来。这是一个飞机的，飞机的零部件，驼峰航线，驼峰航线，驼峰航线是这样来的啊，就是当年的美军呢。其实在那个美军，其实在那个中国境内呢，大概战斗机摔了550架，战场上就驼峰航线也摔了500多架运输机，有500多架运输机摔下来了。后来呢，就是那个将军呢、啊、就是在那个林芝的那个若果冰川呢是麦克马洪线的中方一侧，但是这个无人区，就是完全没有人烟，但是我们部队的一年或者是半年会从那儿去走一遍，就是自己的防区嘛。就在部队走的时候，就发现了这儿有一架飞机摔在那儿了。摔在那儿，当时西藏军区的首长呢就给了我一些图片。但这地方我不能去，后来我就给打报告，打给当时的成都军区，成都军区当时是张海洋，就给我签了，同意我去。后来我就一级的签，后来我到了拉萨，西藏军区又给我签一件。到了林芝军区又签一件，然后我开始组织进去，当时花了将近400万。花了400万是什么呢？就是因为要请藏族民工，比较高的价钱，比如说800块钱一天啊，或者是多少钱一天，请藏族民工，请100个民工，然后呢还有我的自己很多队伍，然后进去实际上是呢有冰河，要架了3座桥，到达了飞机残骸。其实这个时候发生一件什么事呢？就是美方的那个总领事，成都不是总领事在成都吗？我们有个援华美军馆，所以给我认识，他就跟我说，他说，樊先生，听说你要去寻找这个飞机，我们能不能去那个去一个人，一个记者啊，这些去一个人。当时我说应该没问题吧，后来我就向有关方面报告，说这个地方肯定不能让美国人去，这是个管制区，就是这个地方，谷歌的地图都没有，都搜不到，都是后来西藏军给我提供地图。海拔高吗？那个地方海拔不是不高，不应该高、啊、它就是屏蔽，不让这个地方有。林芝那一带海拔不高，4000多，对，靠着那个麦克马洪线4000多，完了以后呢，那个后来，就不让美国人去。后来我就问那个总领事，我说你想干什么去？我说我去帮你办就行了嘛。他说我想去在飞机的附近，能不能找到美国军人的遗骨骨头，你们找到骨头，我说这个事儿你就别管了嘛，我给你找嘛，我给你找就行了。结果其实我们当时一个小分队进去先勘察，后来大部队进去，就进去架了3座桥，其实就到了那个海拔4000多米的地方。还要专门为此架桥？对，海拔4000多米实际上是个永冻地区了，实际上是永冻了，那个飞机残骸就在那个冰川上，就遍布在冰川上，这时候我们就收拾残骸。后来我们就开始在这里边找那个附近还有没有骨头，结果就找到28块，28骨头的都在冰里边，他的骨头都在冰里边，应该保存很好的。就是特别是找到了一个美国人的那个冰里边那个飞行靴子里边一掰开，脚在里边，而且还有肉，那应该保存很好，肉还有弹性是。然后呢，我们准备就不足，我们想70多年前的骨头了，它应该枯了，对，枯了以后应该没气味了，所以没准备。结果当中4000多米的雪山，冰川4000多米往下背，背下来的时候那不行，臭了，臭了以后，后来我们把它拉到成都以后，我们用个冰箱把它给调到-20度，把它给冷冻起来。冷冻起来以后，这个时候我们就向政府报告，政府就说：“建春瑞，别开玩笑，会不会是野兽的骨头？”会不会是藏民的骨头？我说你看那个飞行靴，我肯定是美国人的，所以后来就马上就给北京报告，
北京这边的公安部就马上去鉴定，一鉴定鉴定书现在我办公室写的是，此国格提供的骨骼是欧洲白人，哦，可以了，就肯定美国人无疑了嘛，然后呢，最后我们的国家领导人出访美国，当时是奥巴马当总统的时候，就向他说了，就说黑娃儿啊，我们给你找到了三个遗骸，当年你们美军的遗骸，那个说是奥巴马，高兴了，高兴得很，他外交部告诉我了嘛，后来就在我们那儿举行移交嘛，就让我把这个交给那个还给美国人嘛，还给美国人呢，其实当时我跟当时的机构就是我们这个组织交接仪式，美国总领事、美国的特派员、美国的武官，然后我们的外交部、我们的国防部、我们的省长、我们的市长参加。其实当时产生一个最大的争执，就是我很不愉快的是他们不让我讲话，和我说，哎，为什么不让我讲话呢？这不是乡政府没安排，县政府没安排，市政府没安排，省政府没安排，中央更没安排，是我们自己民间花钱几百万去找飞机残骸，找到了骨头。平常不让我露脸，明明上中央新闻联播了嘛，好不容易的机会。对，后来我就跟他们产生了强烈的争执，甚至我都说了那种很野蛮的话，肯定是说来威胁他们的，就是但是不可能这么做，但是我就说得很野蛮了。我说你们不让我讲话，我说我把骨头给扔了。扔到河里边冲走，你们自己去找，你们没交代。后来不是就熊我嘛，后来政府官员就熊我噻，但是最后还是对我有点照顾，我感觉是给我照顾，突然就宣布樊建川有理交骨头。这是您哈，对，就这是报道这个驼峰航线嘛，72年以后，阴魂踏上这个，就是这是美国的特派员嘛，这是特派员嘛，就由我来负责交嘛，这很厉害了，就我把这个骨头捧出来，我交给他们嘛，对，三个人的，然后呢，因为他们已经说了上新闻联播了嘛，所以我就当时上新闻联播就没你了。有，我当时走的，当时走的特别慢，我慢慢走出来，然后跟美国人交的时候，美国人想拉过去，我把他拉点回来，还稍微在此岸这儿拉了几下，想在镜头面前多停留几秒。您就逮着这个不放手是吗？对，我不放手，那美国人拿走我不放手，想多停留几秒，想多停留几秒，结果后来播了，新闻联播播了，把这个剪掉了，就我那个我耍了一个花样，无效。我走得很慢了，我慢慢走，我是很沉重噻，很沉重，慢慢走，结果走的过程就没有，他只有交了一下，有是哀思。前面的那个电视台可以剪辑的，对，这个是天算不如人算，天算不如人算，自己给自己加戏。后来美国大使，两任大使都来了，两任大使前后就是上个大使，现在这个大使就是当个楼那个州长那个上那个大使，两个大使都来了，上门就感谢我呀，说我们很多年都没在中国境内找到一块骨头了，这次给找到28块，要感谢你啊，然后给我写感谢信，哇，感谢信写都给我，然后我还请他们吃饭，然后呢，你看，我最后说这个也是文物，这个是1944年的，这个是1944年的，中印缅战区的。中印缅战区的，是不是有点类似狗牌那种？狗牌，背后是他的名字，狗牌是吧？他的名字，我很多，我在缅甸，我在云南买了很多，就是九几年收集的。很多人都说这种老的狗牌不能带在身上，没事，我不带着挺好的吗？没事，你看这个有名字，我上一个带的被那个国家鉴定文物的时候给取下来，取下来以后说，这个人后来参加了越战。参加了那个朝鲜战争，参加了越战，后来当了中将了，所以上一口就给我取，我就把它取来，就放在那个仓库里边去了。我又随便抓了口要带，这是我没看这个人到底是什么情况，我没说了，没就是中印缅战区的，很有故事的。但是呢，像我这一件东西呢，就是什么呢？我期待这个东西就是个什么？这个东西就是什么呢？这个东西就是那个。美军在云南境内啊，那个军事观察组和那个军事顾问呢、他那个被打死了，被打死以后呢，老百姓埋他，老百姓就是埋他的时候，其实县长就跟老百姓说了，就说你别挖得太深了，一般埋要埋到2米啊，1米5以下嘛，至少2米吧，那你别挖太深了，你就埋个80公分，就该土该个50公分，把它埋下去，用楔子裹上，仗打完了，我们就把它挖出来。要带走的。对，你别埋太深了。
老百姓还是不愿意啊，你凭什么让我买啊，我那时候花本来在当时的劳动力紧张嘛，政府说你卖给你五斤米，然后老百姓就答应了，就是这个牺牲的美军老百姓五斤米去买。买的时候，但是老百姓有一条，这个也不能说老百姓不对，我绝对不能说他不对，就是老百姓就会把眼镜给别人取了，眼镜他一定要取掉，金丝眼镜了得了啊，钢笔一定给别人取了，手表大金牙，对，大金牙到时候不在那去，这个手链飞行员戴手链，然后把那个什么呢，手链那个皮那个那个皮夹克他给别人。那个时候穷啊，穷，对，是，所以后来我这是后来我去买到的嘛，后来我有线索了，我知道腾冲啊，那就去找那个，我就说他们刚开始都是否认嘛，说我爸已经去世了，我爸没有干这事儿，我爸把他买了就买了，什么都没拿。后来我就说，我因为我这个博物馆名字很混淆，那个大哥，我这剑川博物馆，给人的感觉是四川博物馆，我就跟别人感觉说我们是国家的博物馆。他不知道是民营的嘛？我们代表政府啊，要奖励你的去世了的父亲，啊，当年在买美国人的时候，把这东西作为文物给保存下了。现在我们要给你文物的征集费。90年代啊，就说2000年以前，那个时候钱很值钱的嘛，他就会问你，他说，那我把那个美军那个钢笔派克收到手里边了。那个能够给多少钱？1000或者800，你告诉他。他一年才挣几百块钱。对，那个时候，他就马上给你了。你把钱给他，马上数给他。他马上就说：“还有眼镜又数钱，还有手链又数钱，还有皮带扣里又数钱。”对，就这样，还有望远镜呢嘛。我买了不少东西是这样买来的。您那时候就是背着一包钱过去，然后收。对，所以我一直带现金。你看，我随时我身上就一直要带现金，我养成习惯了，因为买东西都靠现金嘛，你看吧，我这，哎呀，那就天天我，哎呦，这电录像，这个不能录，要被抢了，你得要注意安全，不用注意安全的，一定要现金，就没有反悔是吧？对对，必须用现金，必须用现金。啊，这都是经验。您刚才听完是不是也感觉？是，我都插不上话，他说的这个，说的比唱的比演的都好听，人家那抗日神剧我都不看。你看他这个说的多好。我就说呢，就是这个我们。有很多的这种影视作品，包括对日本侵华的一些罪行，我们都是历史研究，从这个抄那个，那个抄那个，相互之间都是进行这样的。但是我们需要一些历史的证据去佐证它。剑川那个地方用自己的个人的力量，从日本那买了很多东西，民间的搜集了很多东西，你什么东西把它搜集到一起，它的价值就出来了。你分散在那个地方都没有，这个，所以我就说呢，我们有关部门应该加强对这部分文物的研究。你放在那参观完了就走了，怎么样把它研究？写论文呢，写书啊，搞影视作品呢，在这个基础上。另外，作为民间收藏家，他慢慢自己成了一个研究抗战史的一个专家。就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今天听到的是乐呵。其实这里头背后大量的心血，它不是一个专门倒腾文物的，有的人喜欢这个喜欢，它是倒腾文物，它在这个文物基础上赋予它历史文化，对不对？这个研究非常的深厚，就是这一块儿，我就说这怎么样把这一块儿，将来樊先生怎么样啊发挥这样的，就像我们这种节目。多来一来，多聊，多传播，你去博物馆还得去你那地方去看呢，对，你通过我们这个军武大本营还是可以了，给大家多传播，也欢迎大家多到你那个地方去参观了。好，再见啊！以后还要在其他的省市地区还要开设更多的馆，也预祝你这个顺利啊！谢谢，多开一些馆，谢谢大哥，谢谢大家普及这个知识，好吧？谢谢。